其实在此时此刻，你更应该代表你自己出来讲，因为那才是以苍生为念，那才可以展现你的气度一大度。哎，你应该要真的充分。我跟你讲哦，以前我是号称灾难记者，嗯，我跟你讲，我那天看到那个地铁那一段画面哦，我在车子里面完全不行，对，我全崩溃，对。 你知道那个是生命的逝去啊，没错。蔡英文这个人到现在没有任何的悲悯心可言，不管700多条人命，太鲁阁49条人命，他有哪一次展现他的悲天悯人？没有，不肯说道歉，不肯感同身受，这种充分表达他在他身上，在他身上你感受不到任何一个，你会觉得说他难受，他悲悯他的同胞或者他的子民。 你看这种那个画面哦，我看到的时候真的我难过，在车上我还得停在路边，真的不行了。嗯，你看哦，最后要求生的那种意志，然后每个人最后有好多人是救出来的。大家有没有看到那几个视频是在打着电话跟家人交代后事？有些人用录音，有些人用什么方式？哦，佩萱，你行吗？我不行，我完全不行。对，我真的开车就手机就放在那边 play，、那我本来也不介意，就听着声音。 突然听到他最后就你说的那个，对，又操着他们的口音，也不是听得很懂，然后就在好像我后来看是不知道在告别，后来我整个完全就是在停在路边就一直崩溃，这个叫我们都是人啊，至少会对这样的事情表达我真的很不舍。然后呢，我后来就赶快利用自己的今日头条，我在今日头条有注册，我在今日头条就录了一段的视频鼓励他们，我连讲了3次，就郑州挺住。 郑州挺住，拜托你们一定要挺住，因为我们跑过纳莉风灾、象神台风、88水灾，这种画面我知道之难受的，而且不是他们，这不是到对，刚才你看到那个地铁的画面，这个事情不是到这里为止哎，佩萱有这个以前跑那些风灾的时候，这种水灾，这个叫做 beginning， 对，刚开始，对，生命走那个是人，那个是灾难。 再来心情，你知道，这个都还不算什么，最惨的是灾后那种疾病，你知道那个夺走多少人的命，顶多这种灾难是20条、15条人命，但是我跟你讲，事后的疟疾、皮肤病，所有的病毒还有卫生健康状况，在这种大太阳一晒下去一冒起来的，我跟你讲，那个如果你身体不好的情绪，再加上情绪的悲伤，我跟你讲，那郑州的人。 苦日子才真的正要开始，你难道不值得你蔡总统给他们讲一句说加油？我虽然跟你不同调，我也不喜欢你的模样，但是我感同身受。因为我们都生而为人。对，因为这个不是只有这样的，他未来还有更多的苦，哪怕甚至是伸出援手，要不要？要啊，要啊！你看苦苓啊，讲得出这种话来，已经不再值得我尊敬了。这都是人命。 我那时候跑88水灾回来，因为那个地方那个环境之不好的，就像现在这个样子。你看哦，你看那个第2张图，第1张图是看起来像那个复仇者联盟打过哈，然后被浩克摧毁过。下面那张是干了以后，水退了。水退以后是最可怕的。那个上面的这些泥泞，你知道从上游或者水带下来的细菌会有多少？我不晓得我还能不能找到当年跑88水灾的一些画面哈。我跟你讲。 我后来哈、佩萱，我的手哈、我的手这个全身的那个皮肤病，对，长达2个半月，从来没有好过，就是那2个半月哈、我都一直被皮肤病所苦。来，这个就是我们那个时候跑新闻的画面，这个是88水灾，还记得？哦，这个是在那个 SNG， 我们把 SNG 拆出去嘛，然后这是架子下面，然后这个都是摄影器材嘛，这是 SNG 导播，然后再做那个操控那个有没有盘子？卫星，啊，这个就是我，这个就是我，好，那时候我们都在下面，然后你看这些都是我们的设备，有没有？你看，好，这是我们，你看这样子的环境之下哈，因为每天暴露在这种环境哈，那踩在地上，脚会泡在那水里面，好，脚泡在水里面，我跟你讲，回来2个半月，我擦药擦不完，我这时候年轻哦，抵抗力 OK 哦，请问一下郑州这些嘞，那是整片都是哎。 我们难道不应该这时候给一点消炎药或者物资，简单的都好？我觉得那个是人之常情啊！你都不会对他们有一点点的悲悯，甚或是一句鼓励，然后你躲在后面，然后把所有人拉，你想找做这种小人之见的那种事情，我觉得真的不够大格调啦。我觉得洪孟凯比他格调大得多。对，我们现在加入我们的海豹还是国民党立委？你把我来跟他比的话，我觉得这样子对我是个侮辱，是一个侮辱，莫大的侮辱，是不是？这没有办法接受，不好意思，抱歉。彭孟凯应该跟苏贞昌，不，其实我觉得有志哥刚刚讲的非常的对啊，而且我们先讲啊，有志哥，你刚刚是拿这个两性作家来比较嘛，对不对？我说真的。 两性作家可能他过去十几二十年前有这些作品，但是可能现在比较年轻一点的朋友，现在看 YT 的朋友，也许你已经没有看过他的作品，你只知道说他就是常常上政论节目的一个名嘴啊。但是目前我只讲哦，看到郑州那么严重的一个水灾跟那么大的一个灾情，统统都是人，悲悲弄死狼啊！你最基本的悲天悯人，最基本的人同此心，心同此理，最基本的感同身受，如果都没有的话，我真的觉得这样已经是不配当成是一个人了。也更重要的是，我们也要说，不要再讲这种冷血的话。如果有任何的网友在人家现在这种水患、现在这种水灾的任何的留言板或是影片或是视频下面， 还在酸言酸语或是什么，不要让我看见。每看见一次我骂一次，每看见一次我批评一次，因为你已经不配，真的是不配当一个人。我们先讲哦，刚刚有志哥有讲到是说看到这几天看到影片，我昨天也是，我昨天晚上8点多9点多我回到家，跟我太太两个人在沙发上的时候，我们就在看那个新闻画面，我又看到2个新闻画面，我真的没有办法接受。第一是也是一样是父母亲。 他们带着一个差不多4、5岁的小男孩，那个小男孩，他们说他们躲在应该是他们的市政府的前面广场，因为那里相对比较高，然后他们就指着前面是说那边比较低，那边都还是水，小朋友动都不敢动，小朋友不敢离开那里，他们已经差不多1、2天没有合眼了，因为小朋友说想到下雨那个时候大水的画面，他们都会担心。我觉得。 你看到那小朋友4、5岁的小男孩，他是不敢合眼的，然后也不敢离开那一块空地，因为那块空地是相对比较高的地方，没有淹水，那其他地方是淹水的。而且因为千年难得一见的大雨下完之后，现在目前还没有这个水还没有松懈，也因此我们就看到这个父母他照顾那个小男孩的画面，还有另外一个画面是。 郑州他们刚好那个列车要开出去，没想到当天遇到那个洪水，那一台车说在外面停留了40个小时。你要想那台车上面没有饮水，没有食物，没有任何的一些设备，因为它就是一个大众运输工具，但它停在外面40个小时之后再回来。当车上的乘客40个小时之后被救出来的时候，他们。 感谢那一些救护人员，感谢那些救灾人员，并且讲是说他们在列车里面度过最难熬的人生最艰困的40个小时的时候，我觉得我们都有一个同理心，都觉得是说我们要共同的伸出援手。所以这件事情真的是考验，我觉得不分蓝绿、不分党派、不分任何国籍，今天看到这样的一个画面，我们都应该。 用我们最多的热忱跟最多的关怀，好好的去人道关怀一下。如果说现在还有这种网友故意在批评，甚至像刚刚有志哥讲这种两性作家哦，很抱歉，我真的必须讲一句，不配当作是一个人啊！立刻订阅中天电视，支持监督的力量在中天。中天新闻不会消失，只会更强大。